大家好，我是老万。最近不给大家跑房车场吗？真的是这个觉得这个现在整个这行业，我去，李勇、卡莱尔、特里诺。喂，哎，老李。哎，老万。嗯。啊，你出门进来趟公司，我这有点急事，跟你商量商量啊。完事我就走了。上哪儿啊？上联邦，撤了。那行吧，我下午过去啊。对，你快点的，赶紧来啊！嗯嗯，别着急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。这什么情况？火急火燎的，这不停这么多车了吗？什么情况？这说要不干了，这展厅里也停着呢，咱们去问问。火急火燎叫我过来干啥啊？我想把这车全都出了。哎，你看看，一个都不要了，外边那辆一个都不要了。别激动，我发现神经病状态，真的，我车店全甩，一个不留。那接下来呢？你是不干了还是怎么着？我赶紧甩完了之后，我出去玩去。我散心，我带着他们一块啊，带着他们一块南方，没准待俩月，没准待半年，等口罩问题解决完了，啊，稍微缓一缓我。行行，你们去吧，赶紧联系客户卖车啊，赶紧的，干活甩卖呀、啊，不是甩卖，这怎么着火急火燎开会那么大嗓门？哎呀，来，你先坐这儿说。哎，这苦大仇深的样子。哎，怎么这还真是要撤呀、啊？跟他们也是着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。听你这意思要黄啊，跑路啊？没有，跑什么路啊？哎，大干呢！我这批车赶紧甩，我甩完了之后，我另一个系列就要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得把这批钱回来付给人家，新款进来，这么着急？新款是哪一款？新款现在还能保密，现在得保密。不过我现在跟你说这个，就我现在这系列特别合适。你看我这价格，走，你看我现在价格给不给力？来，你给我瞧这车。没，真的，我这你看我这车好不好？啊，你看这车390，现在我多少钱？168,000。这车按国产叫法就460啊，你知道吗？它4:6的车厢长度啊。嗯、啊，虽然这国外叫390，这460啊，168,000，合适不合适？纯进口的，没有一点是国产的，全部纯进口。你再给我看看那车，走。我靠！我感觉被绑架的意思。来，你给我看这款车，好，这车看，原来我25,800吧，25,800对吧？一分不降，我现在19,800，啊，看这什么车身？玻璃缸，操，你别敲坏了，别敲坏了，这个就是扛房子砸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没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知道，不光这玻璃缸车身好，底盘都是加强的。底盘应该是1.5吨的，那我就1.6吨，应该1.3吨的我都1.5吨。这个我讲，我都加过。我也知道，我之前拍过你这些车。我在国外订车都是加钱的，这是选项。您是国外所有东西都是选项的吗？我都是加强的，越级的。啊，你再看那款，啊，环形，你看标准的，最经典的，很多车型都是这样的。一进去之后，环形卡座，对，标准床，而且我这床不缺角。对吧？老外一般好多车都爱缺角，好吗？咱那不缺角，这也是玻璃钢车身，对吧？梁加强的，啊，咱们自行车架多方便，对吧？你看这自行车架，同样都是自行车架，那也不一样。你看这自行车架不影响开前舱门，嗯，对不对？你有固定的那个，开舱门怎么办？是吧？两个自行车，两个、三个的都有，是吧？这，咱们这个舱门，是吧？备胎啥都有，对吧？以后我跟你说，这是。就该说不说的，以后再买这车就买不着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后进的新款不是这个，对，以后的款式我就不再用这样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让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个以后再定的是什么样？来，好，给我瞧。看看啊，
这就是我的新款，看怎么样？这不挺漂亮吗？那是啊，你再看看这张。哎哎，我新款车等你到了之后，咱们再拍，我不关心。啊、嗯，我现在关心的是你要跑到南方去，你要去甩，那这些车人家售后咋办？我售后没有问题啊，我售后还在呢，我售后也干呢，我新款马上回头到店，然后我售后都在，我有两集装箱的配件呢。就斌哥不跟你去南方啊？他不去，售后不去，我一年的配件现在还有吗？这你放心，这没有问题。那这个踏实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现在这个甩的还有多少车？哪个型号几台？我一共八个型号，我每个型号还有一部分，反正不多了啊，甩完为止，没几台了。我靠，你是给我吓一跳，我还以为你火急火燎不干了呢。这回我踏实了啊，你就继续做你的卡莱尔品牌，等到这个新款到了的时候，兄弟第一个给你拍。好，一言为定啊。必须的啊，我现在这批车的价格给不给力？挺给力的。那你赶紧给我宣传去。行，没问题，绝对让你有面我也有面，咱们好质量原装进口，好不好？行。